我娘以答应依你之计，调度凌渊分舵，此事也算成了一半。我听说那几个要逃走的云台门人，皆已关入地牢，福王可会放过莫爷？绝无可能。莫爷如今一心求死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他救出来。 我倒有一个法子，很好。有了这个办法，我就可以以落叶归根的理由，将莫爷带出总坛。这也顺便帮我解决了一桩大麻烦。什么？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搞不明白，他们是如何不出海寇的。眼下这种情况，我只能利用他南宫放了，毕竟只有他才能联系上关海主。你是想？ 如法炮制，将南宫放也带出去。不错。不过想要用到南宫放，我必须要有你的帮助。老规矩，心无良好。 这感觉为何似曾相识？从头到尾，你只负责吩咐，我负责做。这感觉，我万分怀念。这可似曾相识。